我看泱泱是一直亮灯呢、欸。泱泱有亮灯，但是他没讲话。哦。鬼门还没关吧？请问我们的校长呢？校长呢？都到了吗？还没啊，少一位，一个还没上，还没到，还没上线。校长在楼上在处理东西啊，冰岛人士啊。啊！我看到校长的头，没看到校长的人。有啊，他讲台啊，有啦，对啦，你头怎么放在那里啊？很恐怖哎，校长。恐怖哎，那个应该是他的雕像的头掉下来啊！原来是这样。哦，哎，看到了，干什么？破坏草皮啊！这个你破坏公物，破坏公物。没有，不小心的。敢在工友旁边这样子啊！我的金钥匙又坏了，还是走，不要开台了，睡觉。不滚啦！要叫你他叫你陪我们玩就好了。你要睡觉也是可以啦，我们多赚嘛。好了，大家再见，想我啊，思念我，我的精神与你们同在。你要被靠背了。你要开始被说点点了哦。所以那个泱泱要。有声音吗？好像还是没有齁。洋洋哦，你的 DC 是不是要调一下？洋洋，有声音啊，很小。有，我听到很小声。他告诉我，他有说话吗？你就不要讲话。好，等一下，我设定一下。哦，他说话了。啊，刚就是你在抢人家麦齁。什么？哪有？哪没有？我哪有？我是这样子的人吗？你们这样误会我。我离开了。我帮你剪精华哈。我设定没有跑掉哎，怎么办？怎么设定？你要那边感觉设定没有跑掉。然后说话听起来有点，听起来还好。对啊，里面只是多了一点空间感。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点空间。你是不是被人关在一个盒子里的感觉？这样。你是薛定谔的泱泱吗？雪宝，雪宝，哎，是什么诡异的情况？我不知道了，但我想要回家亲我的蜘蛛网。还没，坐好，师傅，坐好。哎，我们好，师傅，坐好，坐好。我怎么从上面看师傅，别有一番风味呢？好变态哦！天哪，要洗，我要回座位。天哪，前面是什么样的发言？他是平时叫你就这样子对他，我觉得有点恐怖。这是我对师傅深层的 love。Oh my god！ 不要太深层，太深层会很。我一星期没看到师傅，哦，思念的我饭都不吃了，哦，一星期。忧郁症哇，你瘦了一圈了呢。我觉得你师傅有点想逃离，师傅想走了。酱油瓶变曲线杯有没有？好可怖哦！曲线瓶，曲线瓶，用这个酱油会瘦身哦。你是代理校长吗？他今天我变代理校长了吗？你是代理，对，你是代理。我来霸占台啦！那只是工友扫地扫到讲台上面，大家以为他是代理校长，扫过去而已。白痴，扫上去啊！校长坐下来，坐下来啊！不然的话，校长，我只是个工友，你要我讲什么？操校长！师傅，你说吧，我在后面支持你。哎、欸，那个校长会上去啊，我有点怕，我要坐在位置上。然后校长讲话，校长，你想说话？同学们，大家好啊！我们现在要实施一个很棒的计划，就是全员自习，好了，结束啊！哎，而且这个啊，就是我们校长的头颅哦，我们要。然后你踩在校长上面，把他打下，把他打下，你也不是我们的校长。罢免他。校长，我就是死也会守护你。全员自杀。你的头颅掉了，头颅掉了。你的头颅掉了，放回去。不是那个头颅，不是那个头颅。你不要破坏头颅，墙壁上，墙上。天哪！我的天哪，好失控啊！混乱，失控的场面。我突然觉得有点怀念上个礼拜了。对
啦，你等起啦，回去啦，快死啊，快死啊，抓下去，抓下去。现场杀人呢，你们怎么这样子呢？下吧，再见。啊，升旗啦！耶耶！今天自由活动。等一下，校长，我有问题。哎、欸，请说。你知道那个讲桌，你从头到尾都站在桌子上吗？我突然想到原来哦有了，这样好多了，这样好多了。好，西啊，我要去干木人了，我要去补血了。对啊，偷彩，我要偷彩，我去看精英怪吗？登录。登录奖励，来发钻石喽！好，我怎么一直上上下下？我要上去！谁啊？啊，我打不到精英怪啊！我要上去！啊，我要出去了，我要出去了，我要出去了！哎、欸，我拿到三十二号是谁的、啊？我的吗？没关系。杰克离开游戏了，杰克离开游戏，他直接爆崩溃。好了，我不要引导。我已经很卡了，然后我连上线都没传下来。发现一号。我买好了，我怎么那么好啊？我是不是穿鞘翅啊？你是穿鞘翅，你是穿鞘翅，你先跑，你先跑。地荒的鞘翅，地荒的鞘翅，我来助你，我好。你干嘛、啊？你叫什么？你叫什么？你叫什么？砍我啊！我没砍到你啊！我刚刚烧起来了，应该是你砍的吧？我砍，哇！我砍的完美了，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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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完美，完美。哎呦！没有没有，雨月，你误会，他是要去帮。哎呦哎呦，小智的伤出来了，伤出来了！啊！那个精英怪哦，你们在打哦，让我摸一下好不好？我烧起来了，我烧起来了 ！Oh my god！ 你们在我农田打架，我想要摸一下。嗯，你摸一下。耶、yeah, ！我也有，我觉得我的网络又炸开了。哇！我跟你讲，我今天也有点卡。哦，真的、哦。我刚是升起的时候就大家都瞬移了。对，我也是。我也是。好像你们那边的没事而已。哇，我真的还好。哎、欸，我也觉得我很卡、欸，是我错觉啊！哎呀，痛！跑过去了，跑过去。现在我们现在的网络是有那个地区性，我靠，地区，我烧起来了。没有，因为你们是直连 啊，对吧、啊？你们是连主那个、啊、连客厅的，嗯，是啊，没有错，我现在连超卡的。啊，不行，我快饿死了，我快饿死了。你不是有霸掌？你用你的律师，我来吃的。你用你的律师啊。啊！把律师直接吃掉！我把我律师吃哎、欸，是我的师傅，物理的啊，小江，物理的。那个这里几个人啊？我来看一下哦，来哦，我帮你把小麦送回去了。有一个断线的，一个断。没有了，我没打了，我没打了，我没有打了。我没有打骗我，我卡在重生铁什么痛？告他回棒。五个人，来，那个排队排队。我排好哦，我好像卡，我吃肉吃不下去。对不对？真的假的、啊？我本来想说我是顺的，直到我要吃这块肉。谢谢。肉是烫的。等一下你们封完可以重开试试看吗？好啊，好啊。啊，小姐好了啊，杰克，快，趁我断电线之前，好，给你啊，呀，吸到了啊，剩两个，末日生存啊，嗯 ，restart， 赶快退出游戏以自保。啊，允月，对啊，我拿了，对啊，嗯嗯，啊，对好，我要重连啊，对，因为 restart， 哦 ，restart 是不是？好，那我等下再重新连进去。好，好，不广告。好，开台就先播广告，好像有点爽哦。Happy Show， 看一下哦。Happy Show， 哎，我记得我这个月都领完了，还啊抽了，是还没开箱，对吧？我好像还没开完，我没开，我记得我上次我好像还没领，就进去拿完了还没开。嗯，哦，我还有15个箱子还没开。哈，什么箱子 ？Happy Show 啊，好啊，对你温柔一点了。那个可以进来吗？好，可以了吗？那我进来了，哎呀，不要啊！哎呀，不要害羞，我们都是一起的。
哎呀，那交出你的钻石，来来来，交出你的钻石，我要去亲我的蜘蛛网。啊，这是我的。啊，没事没事，我刚丢到都丢东西出来了。好，我的我的我的，那你怎么断了？不用，我重开一下。我说校长，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你们还会卡吗？我顺了，现在还好，都还行啊。小猫呢？嗯，哇，为什么刚刚在我家门口放蜘蛛网？不是啊，那你没来，你就没来啊，就没来啊。你那时候你们放在我家门口，哎，你还帮我补洞哎，你们人对啊，你看我这个人很好吧？哎，我的水呢？你们把我的水堵掉？那是杰克，那是杰克，那杰克，那是杰克做的。谁？没有，不好，我把水放回去。没有，你放错，你放错位置。我把水放回去，我现在顺了。只是放的对不对就不知道了。对呀。啊！我不小心掉到我自己的坑里了。啥？五种作物，五种作物各十六个，好像蛮简单的。我们的墓园要在哪里？道具拿去磨的话，鉴定出来的东西不会不见吧？拿去磨，潜能不会不见，潜能不会不见，不会不见而已。哦，这边你为什么你的那个丝绸之处的钻石镐不拿去磨掉啊？我说你的一格生存。哦，没有要磨啊，因为那个铁镐快爆了啊。哦哦，哎，问球哎，我没有铁砖呢。你那个是哪个版本啊？1.1、1.2啊。哦，那能不能找猪猪？啊，要睡觉吗？睡。我才刚从我家走出来，我再走回去，等我一下哈。好，等一下，我还在上面，等我一下，等你。我不要当最后一个，上呀！还好我跑很快。哎，我最后一个。哎，好快哦！八哥，哎，他是不是？你是不是还没睡啊？我看到有两个五。哦，哎，对，有两个五，对耶，有七八。啊！而且我一躺上去就是三了，好屌！对，从三开始算呢。天哪，我们在上线之前就有三个、两个人在，有两个人感觉睡在哪里呀？我的天哪！而且我跟你讲。这两个人从头到尾都躺在床上等着我们睡觉。对，我们每次都是从三开始，哎，超恐怖的。好可怕！我可以提前睡觉，哎，真棒！我还不在哈基的泳池丢种子压压惊。种子压压惊，想丢种子而已吧？我看到啦！我要献祭献来那个压压惊。我要跟随师傅的脚步啊！师傅丢啥我丢啥。你们在丢垃圾吧？人家水池都不是垃圾桶啊！没有，那个是洋洋家的钓鱼场。哦，我家的钓鱼池，是我家的。那是钓虾场，变钓虾场。那个，各式各样石头啊，一比十五收。各式各样的石头。我老板参奖。卡了，你又开始卡了吗？我箱子打不开。哇，我可以，我目前可以。我我问我不准。我们不准。对。好，重连回来就可以。怎样？重连就好了吗？嗯。我刚好把它重开一下，应该可以。啾啾。我要来，我现在有办法赌局，赌。你要赌什么？你要干嘛？你要赌啥？我要当赌神。好。好好说话，请说人话。好，我到底想干嘛？我要获得那个钻石，我要来买彩票。哦，这句话我听得懂了，这个我就听得懂了。终于有一句听得懂了。你们可以不要把我讲是外星人一样好吗？你都讲一些人听不懂的话。哪有我讲的话，哪里不懂了？我很帅。那没有。啊！那美女，到我面前说啊我那个什么，就哈基比我帅，剩下我也很帅。啊啊！你是所以你是剩下的吗？嗯哦，剩下算剩下的。好，哎呦，哎呦，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很好看嘛，我也不差啊。哎呦，我越解释越歪，我的求生意志非常的强烈。不要解释好了，你好幽默。幽
为什么？为什么也不肯跟我说？啊，我觉得你很幽默啊，我觉得你很，我在听你说话，所以才在。我真的误会你，我伤心了，伤心。我伤心欲绝，所以你要泪崩了吗？对，所以我泪崩了，我要去一万尺外画成圈，哦，一万格啦，一万尺也太高太远了吧？也是啊，麦块的一格等于一尺啊，哦，是啊，是啊，真的假的？你知道麦？你知道史蒂夫是身高两百公分啊？你知道吗？远古巨人呢，欸？好强，哦，远古巨人。我靠！哎，欸，原来我这么高哦，喔。对啊，而且你知道史蒂夫可以拿超重的东西吗？对啊。嗯，啊，真的假的？哦，好，超多。他好像可以拿什么500个巴黎铁塔，是不是？超夸张！对，我记得。谁去算这个东西啊？他们说真的在算他的，以金砖呢，金砖一组来算，然后身上有那个什么戒符盒来那个这样带的话。哎，其实想想，他身上可以带36组石头，欸，哎，他真的是大意思，欸，哎。不止啊，你看戒符盒，用戒符盒啊，戒符盒装36个戒符盒里面都塞满了那个金砖，哦，浪费才能。哎，欸，这样想想我就是大意思，欸，还200公分，好爽哦，喔，对不对？真的，他们又想跟你一样不好看啊，跟我照片一定不好看，但是你的脸都是方的，对对对啊。每个人都脸超方，对啊。如果你变了200公分，但是脸会变超方，你要吗？不要，那我还是矮一点好了。不是，哎，欸，200公分也没有很好啊。对啊，太高也不好，你知道吗？不会啊，200公分还不错啊。为什么？长得又高，人又帅，没有你太高，脸不好哎，欸。我觉得要适当的高哎，欸，长得高但国字脸我不要，啊，国字脸，超级国字脸。而且你看哦，长太高你会变避雷针哎，雷先打你，这好可怕哦，怕我还是矮一点好了。哎，欸，长得高很可怜哎，欸，就是不是会坐那种我们这一火车就是要走那种楼梯嘛，然后就看到有个高个子在滑手机，啊，然后他就走，然后蹦完就算了，他蹦一次嘛，他是不是头很痛？他就回头看，啊，然后前面因为有些不是前面会有一杠凸出来的嘛，嗯，连续蹦两次，哦，可怜哦，好可怜哦，他继续要讲他故事了。大家都在看他，不要，哦，你说撞那个电线杆吗？没有，他撞招牌，他撞招牌。好，我讲一次，就是之前我就整座这时候是在那个名什么大学那边，他那个学校是个山坡，然后那个有公车是直接在那个学校里面经过的。啊，那整座我在走斜坡，从最上面走到最下面的时候，就边走边滑手机。啊，走着，砰一声，就撞到电那个公车站牌，不是有一个有点像 P 吗？那个 P 的那个啊那边，然后看撞下去瞬间还好，然后我旁边一看一下，那个全部在排队等公车的人全部往我这边看，好尴尬。最过分的是他们还是说就是那种有些人偷笑就算了，有人是大笑出来的那种人，对啊。很过分哎，欸！酱油是不是就你？哎，欸，没有没有，现在仔细听，有人在笑了。对啊，有啊，有人笑得很开心。刚刚就有啊，有，现在还在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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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笑。你怎么这么快呀，啊？哦，你怎么这么没人性呢，啊？你知道我从他第一次讲这件事笑到现在，你现在听到还是会想笑的概念。没有第一次那么夸张，你第一次真的是笑超久，欸，笑到翻天，欸，你忘就跟当初笑哈基的那些人一样，欸，你往好处想，就是有时候路是平不平的。我有一次在那个火车站那里，然后就是我们火车，嗯，就是台南火车站，它有那个凸起来的一块，我不小心踢到跌倒，然后我就听到旁边的妈妈说。嗯，以后你要乖乖的，才不会跟他一样。哇，超坏的啦！这妈妈是怎么干嘛啊？这个小孩不是这样教的吧？对不对？我心里充满了三字经，但我不说。为什么啊？好莫名哦！我不知道他什么？哎，欸，是怎样？这里他好好读书就不会跌倒吗？
小孩这样叫不对啦，不明白耶，以后看到有人颠倒就笑他有没有？以后有人颠倒就跟他说你是不是没读书。哎呦，在不读书啊，还在那边跌倒。对啊，你知道吗？有人跟我说，就是不读书，所以才跌倒。就是不读书，没道理吧？到公车站牌。说明那时候你上车以后，就有人跟他孩子说：“哎、欸，你要不要跟哥哥一样哦？不读书才会撞到电线杆。”而且之前有一阵，那时候还有一次是那时候很疯那个 Pokemon Go。然后那时候十一点多的时候，就跑到半夜跑去那个公园那边，在那边抓宝可梦，然后边走边滑，顺便散步这样子，假装在运动。然后就那时候四个人吧，然后我就他们就在走，我走比较散，我走着，砰一样就撞到，然后旁边我是直接蹲在地板上，在痛到都快哭，然后另外三个倒在那边狂笑，我是直接拍地方那边滚的，然后再拍地板，然后唯一一个那个没有笑的人，他忍住了。但是他拿出手机拍张照片，哇！他居然在狂笑，最过分了。那我觉得他最过分的。哎，你说到那个之前抓宝可梦，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怕，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好像跟朋友就是差不多十一点左右在外面，然后我们附近有公园，公园那边不是有很多抓宝可梦的吗？对啊。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没有玩，我就看到那个公园一坨人。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回事啊，这里发生什么事、啊、我就也停在那里、就看我前面也停着、然后结果后面才发现他们是在抓宝可梦，而且我往前骑我才发现好像是他前面的人有些有拿手机在抓，然后停在那边、啊、后面的以为是出事了，所以也停在那边，然后就越停越多越停越多越停越多好啊，对，都已经变成交通堵塞了，真的很堵塞。他们在抓什么？那个什么躺在地上，那叫什么、啊？会挡路的那只卡比兽，卡比兽啦、欸！他们化自身为卡比兽啊？对啊，现在他们也变卡比兽了。因为那他们疯狂的在抓的，而且还说超难抓的，是不知道是怎样。是很难抓，是蛮难抓的。你这个没玩的人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哎、欸。我不懂啊，而且我觉得最扯是我之前上班嘛，然后我们在店内也有那种宝可梦，我就看到有人拿手机走进来，滑两下走出去。他就是为了要拿东西而已 啊，他就是为了抓宝可梦。那我们大家都在看他，他也跟我们说：“哦，抱歉，我抓个宝可梦。”他就走了。抱歉。哎、欸，可是你知道之前不是宝可梦刚出的时候，不是那种类型的游戏就很夯嘛？就一大堆那种，算是山寨吧。你要擦亮啊？没有，我这边要动物园啊。哦，哈哈，擦亮要点灯，点蜡烛，点灯。我只是暂时点而已，等一下到时候我会拆掉。哎、欸，金怪的方向哦，我要讲什么哦？然后之前我有看到有一个，我其实现在还蛮好奇他还有没有活着、欸？哎，什么游戏啊？抓神明的吗？你有没有印象？对，抓神明的，我好奇他还活着吗？抓神明那个，对，哎、欸，那个很酷哎、欸。对啊，哎、欸，什么土地搞什么鬼？我很酷哎、欸。问号。哎、欸，我到了，无奇不有哎、欸，还有我这边，无奇不有哎、欸，他如果还在，我也觉得很神哎、欸。对啊 ，TP 小雨，真的是很猛哎、欸，超级。还没好，那个打怪好可怕。之前是那个恐龙那个也，哦，恐龙有，那只是什么？恐龙还没好，那个招蚊子的那个。那个恐龙还留着啦，哈基，我记得恐龙还在哦，我记得我上次然后还有看到。我有印象只有那个哈利波特，哦，哈利波特是近期的，比较后面的，對啊、因为他很早以前就有出那个了，就是测试版本，嗯，超久以前，我看他越级的越远。对啦，麦块也有没错啦，麦块确实也有，哎、欸，可是麦块过了吗？自从出了那些抓东西，很多广告都是啊。自从有了宝可梦，我瘦了30公斤，还有了女朋友了呢。有吗？有这种广告吗？有，我真的有看到。那时候就是有人 FB 转发，就有人说他自从玩了宝可梦以后，他从70公斤瘦，一个女生，他从70公斤瘦到30公斤，然后还交了男朋友。我三十公斤，他剩骨头哦，他变骨头。不是，他说他瘦了30公斤，他变40公斤。哇，白骨精哦！白骨精，白骨头人哟，骨头对不对？我看到，你知道我看到我就心里 OS， 哇靠，是怎样？怎么能瘦30公斤？我也想啊！啊
别骗我了，他一定是哭工。偷那个照片，什么 after before 之类的。不是啊，你知道那 after before 是反过来拍的吗？真的啦，我说真的啦。就是有业界机密，就是有的他真的是反过来拍，他就是先找一个正妹，然后先拍了之后，然后比如说一个月后，然后就是先给他那个代言的钱，然后一个月后拍他吃胖的那个照片，对啊，就是让他吃胖，然后对、啊，因为这样就比较简单。那些除痘的也是啊，对啊，除啊，就是故意让你皮肤用烂，看起来，对对对对对对，前后把它调换，很亏吧？对啊。可是他有钱拿、啊，人家搞不好本身就是很会保养嘛，啊，长个长几颗痘痘也好啊，一会儿就回来了。对啊，哎、欸，可是我听人家说，像一些有些保养品的，其实他们都是没化妆，然后还有化妆这样。现在很多人就是有没有美颜的差别。对，就是说你看他们擦保养品之前皮肤都没有很好，可是擦了以后都很好。其实他们都是用剪接的。就是一开始你皮肤很淡，它抹上去，然后它在抹的时候剪接到它有化妆，所以看起来就好像很好这样。哦、很多都讲，然后这是听人家讲的，我不知道真的假的。所以现在就是说那个啊，有图不一定有真相啊。对啊，有影片也不一定有。对啊，要自己看本人的啦，看本人了。你看现在很多都有那种什么异空间在吃东西，有没有？今天我的筷子45度角哦。筷子会变身哦！哎、欸，大家都想回到哎杰克，哎杰、欸、克，干嘛、啊？漂亮的，我们被射杀了啦！漂亮的被射杀了，尾的不错，60，尾的不错。哎、欸，真的是影片不能拿来当证据哎、欸。对啊，对啊，现在没办法，因为现在太多后置太就是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嗯，你知道现在有那种即时运算的修图的影片、啊、那个影片软体啊？有啊，这不是什么照片来唱歌的那个？哦，有啊，你就打没打没嘛，对不对？对啊，再两颗，再各两颗。请杰克做留言。那我们刚刚有打的。我刚刚他们在讨论他们的某的财产哦哦，我说怎么了？我讲到一半，怎么等一下？等你想参与是不是？好，杰克，是不是跟哈基有心结？哦，你怎么可以？法庭了吗？要上法庭了吗？你干嘛要期待？期待其他人过去啊？真的人吗？我以后和平，我都不希望大家打架。所以你不要讲干话，你不要讲干话，你不要讲干话。笑死！我不是这样子给人，所以你要上法庭了吗？哎、欸。我只是怕你们有纷争嘛，不好解决啊，我担心你们、啊。我要叫警察抓走你了哦！警察抓他！不要啊，警察！你看现在大半夜的你在制造噪音哎！大半夜的制造噪音。大半夜知道噪音不是我齁，上次有人在我们家楼下大半夜唱歌欸，唱那个什么先不了情还是什么，唱超大声，我还有唱隐形的翅膀，隐形的翅膀，你又是人，欸，又是很强欸，我天，场场暴击，哦，欸，我看到有人弄那个就是风之谷的，风之谷的，超好笑。1000万！1000万！观众脸还很开心。有啦，我是觉得你们不知道的去查吟游诗人隐形的翅膀，应该搞不好就找得到了。应该就有了。哎、欸，那我现在要去查。你打劫后余生就有啦。哦，劫后余生。哎，我觉得这个 keyword 更过分。劫后余生哦。对。杰克的杰、欸，小雨的鱼。没有啦。不然我查隐形的翅膀，吟游诗人，应该是有，应该很容易查啦。对啦，吟游诗人高沙宇，好来，你把名字讲出来啦，讲出来啦，讲个名字啦，哎呀，对啊，高。请问一下，各位可以帮我把那段卡掉吗？谢谢大家。不会，现场直播不要刀，现场直播已经播出去了。哎、欸，各位听众，你要花多少钱后置掉这一段？不
行啊，我上有上有老，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能了。你下有老，下有老，上有小。哎、欸，下游了，你到底是下游了？哪一个？你决定一下、啊。没办法，没办法救你了。哎、欸，这个打码 要加钱的哦。对啊，这个后置有点昂贵了哎、欸。越难，越来越难解了。你上来干嘛啦？我来给你们打招呼、啊。你上来干嘛？要给我钱哦。嗨，你好呀。哎、欸，他在骚扰我，我觉得不舒服。我看到了吗？哎、欸，对了，那个你有梦想吗？又来了，又来了，怎么又来了？又回来了，又来了。你知道我比你还会直销吗？啊，我可以帮你完成你的梦想哦。哎、欸，我家狗今天很过分哎、欸。今天我舅舅买那个北平烤鸭，然后我出去拿，然后 他就嘴里咬着北平烤鸭，脚下踩着那个什么呀、啊，北平烤鸭那个骨头，然后对我吠。哇！然后总之他吠到一半，那个肉喷出来，他也去把它咬回嘴里，然后再继续吠。北平烤鸭那不是很咸吗？你给阿呆吃哦。那当然是洗一洗啊，把它、那個哦。你有把那个调味料都洗掉就对了。对啊。哦。我爸洗，他还生气耶。我差点告你耶。哎、欸，我多爱我家狗啊，我舍不得它。而且，你知道，它不能吃禽类的骨头，你知道吗？不，就它是那软骨啊，软骨。哦，你不要给它吃硬骨。你越讲我会越怕，你知道吗？不是，我给它吃软骨，我怕它 gay 死耶。不是不是不是，是鸟禽类的骨头是中空的，会刺伤它们的胃啊、嗯，会变尖尖的。你是不是不知道了？我没有，我从不给它吃硬骨，硬骨都不给它吃。你怕他也给掉是不是？对，我们因为他吃东西的时候都会这样，他咬着东西会来朝我吠，然后吠他就会哇哇哎哎哎！哦，你不是上次就有说过吗？对啊，那真的是很危险嘞、欸！对啊，不敢给他吃。哇，嗯，可是他自己出外面会乱吃，他会去翻垃圾桶。哇哇，那就确实是蛮尴尬的。嗯。阿弟在底家啦，还有在底家啦，断肢了，你想断肢不？没有啦，拜拜。阿弟在底家，哎呦，我在做深凋零的平台啊，啊这里嘞。好，哦，哎、欸，你在帮我收农田哦，你人好好、啊。哎、欸，对。十六个农田对不对？十六个对不对？没有啦，不然踩到田了。你在填什么？十六个那个啦，有一个什么十六个作物的啊。那我是不是要跟你收一下税啊？等一下、啊，你要阻止其他人现在想跟我抢任务的。哎、欸，你是要保护我，不然你就收不到这个钱，他们就不会给你的。没关系，我才放养制，你自己慢慢收啊，之后再给我税就好了。每个进去都给他收一笔，然后越多人来抢，越赚呢、欸。对哎、欸，那个你们现在可以跟他抢了、啊，哎、欸，我都要收税哦。哦，你好会哦，你们怎么那么会啊？所以你永远在地狱哦。我在地狱，我在挖大平台啊。哎呦，我太卡了，我走一走都把田踩坏。啊，地补回去哈。好，我回去拿那个。可以，我现在跟锄头最熟了。最友好是不是？你那个熟练度爆表哦！我这个礼拜至少挖爆15只石头的那个锄头。哇哇！为了做泥土啊？对啊，哇、哦，那个土壤真的很烂，我要传送喽！不准，要传什么？我传到10000格外画圈圈。哦好。请问有人家有雏菊吗？雏桃、雏菊哦，雏菊哦，我嘞。雏菊，你找一下我的箱子看有没有。哦，有啦，我箱子也有。你要哪一种？哪一种菊啊？我知道那个懒蹄子的。哦。你要做造型了。啊？哎、欸，雏菊有别的字哦，不就菊花的菊啊？对啊、对啊，怎么了吗？啊、你怎么了？怎么了吗？那怎么了吗？那怎么会是哪个菊？就是你知道有分那种，就是那种这个菊花跟这种菊花，还有那种菊花。是你想要老菊花还是雏菊花，还是要老菊花？什么叫老菊花？是什么？我为什么觉得有点怪怪的？他自己讲的奇怪，哪里怪怪的？我怎么感觉他在开车，但我没
有证据？有啊，有证据啊，有年轻刚发芽的啊，年轻刚发芽的，年轻嘛，雏菊啊，哇，他这太体贴了，解释给我们听，对啊，哎呦，现在知道，我不知道你是在说雏菊还是雏菊，对啊，雏菊啊，对啊，就雏田的。地狱堡垒这附近就行了。哎，不，要十字路口，一定要十字路口。哦，一定要十字路口。对，十字路口哦。人最多是不是？不是，只它的生成条件就在那边。哦，是哦。对。哦。我本来想说铁巨人搞完，我不是用完我就要过去。你怎么这样对铁巨人？okay, 你怎么？我觉得害怕。铁巨人会很难过。哦。团团好开心哦！我觉得你那个反应，我觉得很好笑。小屁哦！紧急的节奏哦！难怪我到不了岩浆啊！哦，你们今天到底怎么了？我正常发挥啊，怎么了？你们怎么这样子呀？你的笑声，哇，有一个小村民在我面前瞬间长大，你为什么不多一点，我就可以砍死你了？不是，多一点，我是说，哦，撑久一点，我就可以跟你做朋友。撑久一点，你要人家慢点长大是吧？他是小孩子，你是不是想搞他？他是不是猪？哈？你要除什么？你又要除什么？你要除什么？你又想除什么了？没有，我只是说他应该会有那个有一些那个东西可以。他会有雏菊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你说的，不是我。哎、欸，师傅，你看他，他在教坏你的好徒弟。哎、欸，不对，他是我师弟哦。你师弟在教坏你的大师弟。啊，听不下去了。哎呦！你看呐、啊，你把丫丫吓得下去。你乱讲话、啊，人家听不下去了。啊、听不下去，他又回来了。他回来了，回来了。刚刚在刚就对啊。哎、欸，小雨。对对对啊！哈，我发现一件事情哦、喔。嘿、hey ，你的蜜蜂可以养在中界或地狱、欸。哦、oh, ，真的、啊。因为地狱没有那个啊，没有日夜的，他们会拼命， oh, 可以压榨他们。哦、oh. ，我的天哪、啊！这样村民他，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一直要收、那個，这样村民也可以啊，所以你就可以一直狂交易啊。你那边还有苦力炮投入吗？箱子有啊。你要多少收？我给你拿一颗。你是要杰伦瓦？没有，我他要做，他想要那个旗子的啊。你要多少收？那也没有投入任务吧？有吗？没有吧？不知道啊。不知道。哎、欸，那我是不是应该收一点什么东西、啊？你要多少收？哎、欸，我第一次知道村民会洗手、欸，哎，洗手，啊，洗手，我刚刚看到他们挤在那个郭府前面，然后就有水声。哎、欸，等一下哦，你在郭府那边吗？对啊，你在挖郭府、啊，你知道有郭府任务吗？在郭府啊，他在拍照、啊，可是他不是。啊是到挖五个郭府嘞、欸，要挖五个郭府，因为那不知道女巫家的才可以吗？没有，村民家的也有啊。可是他、啊、哦，我记得他任务是指定要女巫家吗？是女巫家，你看野外的而已吧。小雨看一下，他说野外的郭芙带五个就好、哦。真的哦，哦，改哦。啊，那怎么办？我要挖回去给你吗？我有三个哎、欸。你要挖的才行哦。我挖的、啊，我挖给你了。你要给我、啊？我好像没看到。你要给我，那是任务哎、欸。我要跟他收一点钱呢、啊。哇你人很好哎、欸。那我挖三个给你，然后我看，然后我们对半分啊。可是还有两个哎、欸，我再找找。没有，你没有，都给你挖，然后我们等下对半分。啊，你怪怪的。没有，哎、欸，我跟你讲这任务哎、欸，你看，没有啦，你拿走。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但是我又说不上来。没有啊，不会怪怪的。哎、欸，所以他不会洗手哎、欸。没有啦，他那个是皮匠。他在洗皮革吗？哦、对。没事。哦，误会他了，抱歉，皮匠。那个是。那是皮匠才需要郭芙啊，不然郭芙也不知道干嘛。
误会误会他，误会他了。真的是装饰用的。啊，这可以，这可以拿来煮东西啊。可以在地狱楼。你在骗我吗？我对不起，我在骗你。好，我从不骗人。哎，你说可以捞水，结果我一放，我把锅釜放到水里面了。没有，你的捞水是拿整个锅釜去把水捞起来吗？哈哈哈哈哈！我想的捞法不太一样，哎，也是蛮猛的啦。请拿铁桶好吗，小姐？好的。有假。真的，我要去找两个锅釜。我脑海中的画面是那个。酱油拿着那个人家拜拜不是有那种香炉、哦、整个举起来跑去在海里面捞水哇哦这个水好不好而且那个有洞啊乖乖水会跑出来哎、欸、我是不是重点放错了对、嗯、对、对第二啦小雨还是很卡吗不会突然卡掉小川啊！立体的，立体的。我在家，我在家哪一栋？好、啊，我哪一栋？我在墓园预定地，墓园预定地。哇！哇！死人鱼，你们好凶！哇！小雨今天是不是？哇！嗯、来给你一个主机中，你应该会喜欢的东西。好啊！哇！我挖东西开始有点回缩了。啊！好可爱！你在解任务吗？没有，我没有解任务。好可爱哦！我在想我要做干什么，但我看到这个我就想要先做了。他在玩，可爱的耶！我把我们在家，除了云月，我在也，我在地狱，我在家，我在家，我也不在家。我说你在哪里？预定地在哪？啊，预定地就外面、啊你家，你家右转出去就到了。好啊，你不盖在酱油家，盖在我家。完了我家右转出去 是大平台吗？对啊，大平台、啊、房价要跌了。没有，人家好像有人说什么在意大利还是哪里，这样是房价会涨哎、欸。这里是台灣，可是你在台湾。哎，没有，这你这样盖会不会不好打怪、啊欸？对，我这样好像可以顺便解任务，对不对啊？你要解什么任务、啊？你要解什么任务、啊？有一个是帮你设计旗帜啊。对啊，有啊。帮每个玩家设计、啊，每个人都要吧？嗯、那你这样也算设计？他说设计一个二十座。吞。哦，那我有了，嗨。哎、欸。耶、yeah, 欸！谢谢小雨的税，开心。替每个玩家设计旗帜，每种至少合成三次，所以是复制三个作品就出来是、嗯、是不是？它的合成应该是次数吧？对啊，就是你叠设计要设计三次的。哦，那超过啊，这个我叠了六层哎、欸。对啊，这样子你应该也自己也完成任务啦。对啊，刚刚好、欸这个我看到一个像城堡的，这是什么沙漠遗迹是不是？嗯，好啊，对哦，你走里面，对，下面有宝藏，就直接走下去对了。好，我走。你有看到中间有蓝色的那个东西，你站上去往下挖。对，你骗人、啊！真的啊。真的是往下挖，哎、欸，真的要往下挖。下面有四个箱子，哎、欸，东西在下面。往下挖、欸，对啊，你都看到了、啊、那个箱子。哎、欸，你们没有骗我，哪会骗你啊？哪会骗你啊？四个同时说真的，你还在怀疑我们哦、喔？你怀疑太严重了吧？我不敢，我是好人，我相信你们。你确定他不死啊？你确定他不死？那不能对啊？对，现在防御力高，没事、啊。你有没有看到中间有个叉叉，那个颜色特别不一样的？嗯，那旁边就有四个箱子啊。那我想再问一下，他说设计一个二十钻，那这是一个重复任务吗？还是不是吧？那个不可能是重复吧？不可能啊，这样就是你那个人设计完就设计完那个就要打掉啦，然后就打掉了。贪婪的结果，不想他写一个，贪婪是他两个，我们就四十，没有那么爽的啦。太爽了吧？没有那种重复解任务，应该是他自己额外讲说有特殊任务才会有吧？嗯。比如说就是打鱿鱼啊，打蝙蝠什么的。嗯，对。有人要熊猫旗帜吗？可爱哦。我要等一下你说什么旗帜？熊猫旗帜。哇，师傅哎、欸，我必须拥有。哎、欸、呀、欸啊，你那个宝箱，你宝箱逛完了？没有了四个宝箱。啊我还在往下，因为我怕摔下去会死。不会，不会死。装那么好，对啊，你装超好。你看刚刚繁星打你，然后他扣血。对啊，有吗？哎、欸，他有打我吗？有啊，刚刚
不是开学啦，那个开学招会的哦，开学就在霸凌人。哎、欸，等一下，繁星，你这个楼梯是之后都会在这吗？没有没有没有，我要引那个僵尸的。哦，好紧张啊！我想问，现在会有凋零骷髅头吗？没有，现在没有。你不要，影月不是急，影月正在忙好吗？我弄完之后我要陪影月忙。不要，现在不要，现在不要，一颗都很珍贵，真的。等到有三颗之后就可以量产了，相信我。哎、欸，它里面东西好烂哦、喔！要做凋零花的农场。幸运二，杰兹克星，汪汪汪汪汪！哇，你居然蓝，它居然，打开了哎、欸！哇，没有开了，吓死人！太神了，太神了！我最棒，你好棒哦！怎么可能？好棒！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们想炸我好吧？没有，我们还没有。你想到哪去了？怎么会炸你嘞？怎么炸？什么东西？不是这样子的吧？哇！你刚刚在讲，哇！他真的是太质疑我们了。算了算了算了。他质疑我们的好意。以后不教你东西了。以后只有责骂了。可是我刚刚开箱子的时候，我没有踩到压力板。所以，哦，小雨，我在跟你拿一些花哦。我应该踢劈你，然后拍你肩膀的哈。拍他肩膀。我跟你讲，这一拍会世界爆炸。不会啊，就只有你那边会爆炸，怎么会有世界爆炸？是，那一区会整个大爆炸不见。还有别的东西吗？啊，我把它挖下啊！不要，大哥，我怎么了？拍他！哎呦，你怎么又爬上来了？乱逃 啊！不是，你这里挖的也乱七八糟，太乱了吧？啊，我要上来呀、啊！你都炸了，炸上来哦！哇塞！不是，是因为我的稿子挖一下等于挖三下，然后我就一不小心就挖这样。哦，他可能不会点放吧？点放是三回啊！哇，他不会啊！啊，这样问就是不会了啦。就如所说的点放，点一下就放开。哦，被海龟吓一跳！为什么要被海龟？因为我你知道，就是我头刚起来的瞬间，就看到一个绿绿的东西在我眼前。苦力怕吧？哦，你打到了！第一颗！哇！我吓到离线了！吓到离线！对呀、啊，哎呀，水哟，水哟，哟，这样子应该刚刚好，就这样。在哪里卡住了？卡了？卡住了吗？没有啊，又好了。刚切了一下。啊！哦，对，我们今天都还没有人去打副本哎、欸。对，我现在努力构思要怎么弄。我其实应该不打副本了。你要干什么呀？我在干墓园。墓园哦。还在想怎么样？那平台被四点半了。对啊。所以我怕来开墓园。我才说你要这样子用哦。那我们打怪区变缩减的。对啊。我们要砍伐更大一块了。前面那边好了，我等一下弄完之后再去挖了，好不好？哎、那繁星也在盖墓园吗？我没有啊，有啊我在搞铁巨人，他在搞铁巨人，搞铁巨人。我想说，那个墓园是要盖在空中的。没有啦，哪边有空中花园？没有空中墓园，空中墓园，好屌啊！太神啦！没有空中花园，没有墓园啊！我的天哪！空中墓园换你入的，哎，但是房子很贵哦。哎，各位快来买！我们别人有空中花园、空中高尔夫球场、空中游泳池，我们有空中墓园，就算挂了还可以看风景哟，特别划算。空中乐园哦。哦、你自己祭拜的时候要小心啊，一不小心你自己要被埋进去了。我们听起来很恐怖啊，等一下。哇，在这里很棒哎、欸，从一生到最后都是在那边的，好棒啊！宅男天堂是不是？让你永远当宅男、欸，多爽、啊！哇哦，哇哦，极乐世界、啊！而且我好想啊，要是有一天末日啊，一堆僵尸爬起来的时候，他们会从上面摔下来、欸。有一只僵尸给我。
啊，你们在打架啊？有一只野生的、哦、啊，对啊，你不知道引僵尸进来？嗨、哦，帅哥，就是你了，来打的，来打的啊！对呀，最后一个村庄真是有够难找的，每次找到那个小孩都在我面前长大，我真不懂他们怎么长这么快。你要快点啊！他们大概两天就会长大了，这么快啊？对啊，他们吃饱饱，登大人，几名大基础。这就是所谓我这边就好了，白痴哦、喔！我搞错啊！不行哦、喔，出了我挖我的黄色的剑符盒，你冲过来打我干嘛啦？因为那是箱子，我的，那是我的。我记得好像因为那是箱子，然后是哦、喔，那我的、欸，他都打，你在挖什么？那我的剑符盒，不行，我看到的箱子都是我的，铁巨人哦，我的，我的，哎、欸，等一下，太多，养你了，好了，不他其实他是本身就，哦、oh, ，你要喝药水啊？对啊，喝药水，多吃啊，吓死！那个，你帮我打掉金装以外的，怎么那么多屁孩啊？等一下啦，你们在打，我来了，开始打金怪吗？我也要去，没有啦，我们对对对，我们在打金怪。你说你要留金装的嘛？对对对对对，好看的。哎、欸，不行，我现在不能过去，我现在在操控。哎、欸，蜘蛛，这好危险啊！他在追我打他。哎、欸，又来了，又来了！这个直接打掉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哇，我们这里好多亡魂，真棒！全面失控！欸、你跑、欸，啥情况？那、啊、他追我，你们就打他。因为我在、欸。他为什么不错、哦？有了！我就哎、欸，那你就砍我就好。然后上去！会痛、啊！掉下来了。那、哦、我先去回血，你帮我顾一下他。谁加油？匿名牌。反正我在吃他就不会消失嘛，对不对？他怎么看起来全身破烂啊？他就是破烂了、啊。你那就铁巨人的那个。对啊。那你没有打过铁巨人、哦？你知道你现在可以拿一个铁锭帮他修复。你知道杀过小孩、哦？也可以帮他修。哎、欸，我到现在都还没杀到哎、欸，我一刀下去他就长大了。天哪！他知道赶快长大就没事了。对。这让我想到小时候那个大人都会骗说吃一颗汤圆长一岁。Sorry.没事哦，有，然后就叫你不要吃太多。对，然后小时候我不知道、哎、啊。哇哇！好断食了。哎，你要跑去哪？哇，那个，我等一下还你一个铁针。你给我救我、欸！为什么？为什么？先上来，先上来，上来！太惨烈了吧！那边也太惨烈了吧！你们怎么了？哎、欸，不然团团，你帮我赢一下，你摸一下。我怕砍到那个哎、欸。要怎么赢啊？你摸一下他，你摸一下他。哎、欸，后面打一下你。对对对对，好、哎，他现在看你，他现在看你。啪啪啪啪啪啪！你可以跑起来吗？我拿着，你们打完。睡啦、哎！这是我最爱看的啦。什么？等一下，我一定要讲，那怪已经死了，他。多挥一刀，我没有啊！等一下，你不是说你那个吗？我挥的时候他还没死，好吧？好不要推给我，就讲个对不起嘛。跟你讲，这边还有另外两双眼睛啊！然后我是看到那个铁巨人倒下去的时候，他就死了。倒下的瞬间，那就是我没有多挥啊。没有，如果我那个的话，那应该是我看到比较慢的。阿牌，你怎么掉下去了？欸哇！他掉到小巴上面了，我的哇！啊，这个给你，哇，尴尬了啊！钻石是我在我身上吗？你们有心脏吗？没心脏，哇！来，观众，帮我看一下刚刚几颗，刚身上有，真尴尬，体重哇，高度60也会有远古遗骸啊、哦！哦，这么居然吗？那时候说越低越多啊，最高的也会有机会，还是会有啊？好，啊，掉40，一人10颗，耶！原来是这样，谢谢大大无私的分享。好啦，为什么家里那么多鬼啊？加油！这样，谢谢。拿去啦！法庭，法庭，拿起来，有法庭的吗？先凶我，
官司打起来，要打起来了！天哪、啊，天哪、啊！我才难过，我心都碎了。你看到地板上的吗？等一下，谁死了？谁碎了？你看到地板上的一块一块的，有没有？一块一块就是我的心脏。哇，那你还活着也是很厉害的、啊。对、欸、呀，那个墓园泱泱可以入住两次。什么鬼啊？医学奇迹啊！哎，洋洋打个怪事样子，还是都被队友都是队友杀的哦。对、啊，天哪，超真的啊！哭哭，不要哭，你值得更好的，像是墓园。你值得更好的。哇，你这个发言有点恐怖，叫你。哇，好开心哎！话中有话，我觉得我没有，我的意思是我很爱你。哎、欸，对，哇，很爱你，然后叫你去墓园。你有看过那种恐怖情人？你是我的。哎、欸，那个现在Minecraft是不是那个压力板还是只有木头的，对不对？哎、欸，不不不，不是压力板、啊，那个地板门。地板门有铁的啊，有铁的、啊，因为没有石头的嘛，对不对？没有，没有啊，没有。哭啊！哭啊！技术未成熟。哈基，哎、欸，请求盾牌耐久。之后改哈。哦，哭啊！白天啦，哭啊！哇，你就先拿那个、啊、附魔书三的修、啊。有啊，现在耐久三啊，修补啊。你刚刚打铁巨人就马上剩一半了，好可怕哦！真的好可怕。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好可怕哦。你有那么就是吗？你有那么就是吗？啊，雪人精，雪人精，嗯，鹦鹉啊，就跟风仔啊，你在讲什么？对啊，虽然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好可怕哦。哎、欸，我好久没骑马了，我来骑一下南方巨兽。什么鬼？哦不，没有。冲呀，小马仔，南方巨兽。小马仔，哎，我们昨天讲什么？昨天在忙久。忘记了，半夜半夜在聊什么东西，什么什么，忘记那在聊什么，更新什么东西的，然后刚刚聊到政治的，忘记了，对，好，就很好笑啊，太久了，没有，已经那个时候我已经没困了，已经想睡觉了，我好了，哎呦，人不见了，嗯，没有，因为我也弄完，我要，嗯，只是来写一本有忠诚的附魔书。啊、这个流程，你是要付三叉戟啊？对啊，我上次有抽到一把，哇，好爽哦，很爽哎、欸！哎、欸，我也花了很多钱在抽奖哎、欸。嗯，套四两组钻。又被骗！你怎么又有钱了？又在骗我？我一直都有啊，我没花。哦，他上次要买没买成功？那、啊、酱油你多少赚、啊？我啥什么？我看一下。一二，我只有三组，好多、哦，好多、哦，还是不错啦，还是不错多，我觉得。我为了存养老金，耗尽了一切力气，非常的辛苦，真的娓娓道来，是这样的，在三十年前的那个晚上，师傅他在大雪中捡到，我可以转台了吗？我没转台，不行，好吧。可以啦。哎、欸，我要跟你们讲师傅的英勇哎、欸，哎、啊，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可是的，可是的。哎、欸，那个题外话一下，我可以跟你们各拿一个头颅吗？可拿，好、啊、拿。就我家。超凡复原。你上次不是有偷过吗？两个。我放回去啦、啊，我没有把它真的拿走，对啊，不两个啦，两个。我要去一万个外化圈圈了 ，Goodbye。拜拜拜，不送啊。咻！哇，我剩在树上。哎呦，哎呀，不要啊！修起来了，修起来了。哎，来，哎，来，有没有熊猫旗帜？熊猫旗帜，我要师傅旗帜。哎，好，放你家门口啊，你都出门了，放。好，谢谢大家。我会画一个符咒在上面的。画个符咒，哇！你是要封印什么？封印我吗？我封印这个魔鬼，可以的话，如果封印的起来的话，特别是他的嘴巴，对。哎、欸，我
不用，有东西叫口罩。口罩可以阻止我吗？不行吗？因为 戴口罩就会变得很难呼吸，就不想讲话了。啊，不然你吃口香糖之类的好了，要的那种飞雷口香糖，然后整条叫你嚼下去。其实 我以前吞过一次口香糖，我再不敢再吃了，因为我妈跟我说我的内脏会黏在一起。哈哈哈？没有，那是因为你吞下去吧？你是傻吗，孩子？没有，就是因为我吞下去，我就跟我妈说我不小心吞下去了，她就说哈，那你内脏会黏在一起，我就再也不吃口香糖了。那换个角度想啊，如果内脏不黏在一起，你出来的地方会黏在一起，你选一个吗？好像可以有的。你放屁的时候会吹泡泡的。好可怕！对啊，你选一个嘛。所以小朋友不要吞下去哦，别吐出来哦。尤其是西瓜种子哦，你会长西瓜，还有那个橘子种子，你会长橘子，然后还有那个。你完蛋了！你完蛋了！小时候都会这样讲。小时候我妈，因为小时候我很喜欢吃西瓜、橘子啊，嗨，然后我妈妈。哈哈哈！危险靠近。等一下，我是说真的，小时候的时候，他们都说那种西瓜、橘子还有荔枝啊、芒果这种都很好吃。可是小时候就是因为那种西瓜跟橘子种子都很小，所以我都弄不掉，然后我就吞下去。然后我阿公就骗我说，你以后肚子会长西瓜跟橘子。那荔枝种子很大颗欸，荔枝超大片的欸，你就是因为很大。没有，它有一些是小的。你不要跟在我前面啦，我不吃西瓜了啦，对不起啦，我不吃西瓜了啦。我以后看到西瓜就大家磕头，不要再追我了。磕头鬼啊！不要再追我，怪了。哎、欸，那你下次上台北，我们去逛超市好吧？我想看你磕头。我再也不去台北了，太可怕了。哎、欸，你看又不来了。哎、欸，那个我预知到我十月会肚子痛吼。哦，你就不要给我吃，同事会帮你解决的。你哦，对耶，笑死！哎，哦，这种事，那时候我阿公还跟我说，就是说以后不用再花钱买西瓜跟橘子了。嗯，为什么？他说因为会在我肚子里长出来，那我就很害怕。可是我吃。啊，你先讲一下。那个你刚提，就稍微提一下，那个刚刚你不是说芒果籽吗？他们说那是果核，不是籽。哦、真的。对，那是果核哦。好，小雨换小雨。没有，我要说可是我吃西瓜是很难吐籽，我一直把它吃掉了，我直接吞掉了。我也是吞下去啊。哎，这样你们小时候家人都没有骗你们说会长？我不理他、啊，我小时候叛逆啊，我就吃啊，我就看他长啊。对啊，就看他什么时候有办法就长出来啊。我就吃。哎、欸，你们这样讲，我好熟啊！我那时候就乖乖挖、欸，哎，你就熟啊？不是你挖，然后它又会汁又到处流，然后又很麻烦，又吃的很辣，它、啊、直接吃掉就好了。嗯，我回来干嘛？等一下，回来干嘛？你拿头颅吗？你拿头颅吗？可以不用聊了。我觉得有点、敏感，是不是？敏感了，是不是？好了，怎么了？西瓜是怎么了？有没有？你要问团团啊？有点痒。啊，小心点看。那个久远的啊，久远只有久远，没有久远。有吧？很久很久了。多远闯关某一集？吓一跳哎！我以为你要说团团深有体会，我想说哈？深有体会？有体会什么？有体会什么？我就问一下，哦，原来是影片啊，误会。嗯，这样哟。我没有，我不是。你刚刚那个声音听起来，感觉当时害怕极了的感觉。我觉得没有，我没有。小雨，嗨，礼物，哎呦。碎呀、啊！钻石啊！什么礼物？蜜蜂旗帜。对。哦。哎、欸，我刚刚突然想到，你刚刚拿我的苦力怕头，那我有没有分红啊？你要什么？你要月月的吗？月月。月月旗帜。哎，我吃个掉落物啊。好。好。毛本带你。哎、欸，阿酱油怎么没死？拜拜。我说它是掉落物干嘛？酱油是掉落物啊！我想不下去，是
掉落物。我不是大型垃圾。我没有说垃圾，我没有这样讲啊。我们说你是掉，嗯，我不是大型掉落物。大型掉落物，大型掉落物，不是大型。因为我200公分啊。哦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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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你为什么把它补回去？啊，你还要用哦？我们已经到僵尸。啊，把它摔下去了。Oh, 我等一下会帮你补回去， oh, 你不用紧张。好好好好好。而且我想说，你用完了就没错。想说这里怎么了？啊，雨月，你想要什么旗帜？啊？看你要做什么旗帜啊？看有什么？有没有月亮符号的、啊？有。贴出月亮符號、啊？有。应该有吧？有啦。我还有看到冰雪蝙蝠、欸，看你超帅的。冰雪蝙蝠好帅哦、喔。哎、欸，那是不是没办法做酱油瓶旗帜啊？可以啊，可以啊，有啊，有啊，应该可以吧？可以吗？有那个看懂设计而已、啊，有很像的，啊、应该是有的。哇，好厉害 ！Oh my god， 超强的好不好？超强的。嗨、欸，邀请我的。嗨，你好。嗨，这里是哦，蒙阿波，这里是 Seven 哦 ，Seven 在那边。对，我想去看蒙阿波。还没，现在才盖第一个墓而已。哦，真的？对啊，好吧。那这个魔王坡在我们城门的外面、哎、哦。哎、欸，我是第一个哦，哇哦！那我可以哎，繁星，你快看，我想要夕阳的嘿。你看里面，我靠！难怪你要两个哦。你也放到每一个都摆这样，你要放点腐肉之类的吧？哎、欸，团啊，你需不需要这种建材啊？这个吗？感觉可以先拿一些。我有很多哎、欸。我、哦、你有很多、哦我不要中式的，我想要西，我要我再给你，想要日式的，我再问你了。日式好难，我不会盖。师傅，哆来咪嗦。哎，我来看墓碑。哎，我觉得这边不该插火把、欸，这样才有墓园的感觉。哦，你是说自己的地上没有那火把暂时插的啦，等下拆掉。哦，好，是那种青色的火把。这是他的身体吗？对啊，不要笑，等下就换你了。等下你也有，那结果是用那个青色的萤火，对吧、啊？嗯，摆着感觉不错。你不要上去，上面危险、哦，下来。好，那我要上去。好啊，我要变成小雨就不危险了。你不可以吧？欸、你的盾牌看起来好看、喔。不要啦，我不听老师的。我要射下来，我要把太阳射下来。不要啦！哎、欸，过于残忍，过于残忍，救命、啊！到时候把摔死。我会帮你打马赛克。叫声。刚摔死了一只僵尸、哦，可惜他没有进到这个洞。没有，因为我把矿车打掉。哦，老师，我下来了。不要打我，后来想想，好像又不用打掉矿车。应该让他直接坐在那边就好了吧。嗯。好吧，那就坐上去了。坐上去那就可以去地狱了。嗯，那我们要把附近的压制，看有没有想压制啊？压制、嗯、哦哦哦，你是说那个生怪那个吗？对啊，我们可以不用补半装，我们可以全部通放按钮。哈，可是很恶心哎、欸，很恐怖哎、欸，不要，可是很恶哎、欸，可是你想要、哦、你补半装的话，你不能压着右键走路啊。你要狂点右键、欸，可是按钮很恶，都是按钮很恐怖哎、欸，我觉得很恐怖，很鸡皮疙瘩哎、欸，不会啦，不会啦，我之前就看到，之前不知道看到哪一个，我们不知道玩哪个地图，也是对战，然后一堆人做按钮放墙上，我都快崩溃了、哎。不然你就要把地上铺成那个鹅卵石，然后做石头的按钮，让它看不出来。不要用石砖就好啦。可是那不是啊，小雨那个就等于跟你皮肤起鸡皮疙瘩一样，还是看得出来啦。没有，我就不会靠近那边。我坐牢，我不会靠近啊。好像蛮合理的。哎，碉堡会很远吗？你进去之后会看到一个两格的路，一直走就会看到了。哦，好。有人要打？你说第一个？打精怪。我走到一半，然后发现精怪在我旁边。好的。我刚生的是不是？那我也要。因为我在树上，这样我要快一点。我们家附近有牛吗？我家故宫。啊，对哦，你家有牛吗、嗯？有啊，我想带去地狱，哎，带一头去地狱。蹦，这什么？你要去地狱？带一头去地狱啊？喝奶啊？我如果掉，你怎么办？怕被掉。哦，哎、欸，好聪明哦。那就晚上，赶快打。好。
哇，可以过去了吗？哇，可以踢我，踢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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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踢，踢下去，踢他啦碰，哦哟，有的是不是？原来不知道谁，我怕怕，不知道啥怪，哎呦啊，年回哟，哎呦，哎呦 ，Q 攻哦 ，Q 攻，对啊 ，Q 攻 ，Q 攻 ，is Q 攻，哇，哎呦，飞过头，是呀。啊哇哇哇阿西呀！帮泱泱盖三个木啊！帮泱泱啊，三个啊，三个木啊！哎，泱泱你好惨！对啊，泱泱怎么应该先棒吧？总是我。对啊，没有我现在比较好奇，泱泱你怎么死的？哎，你怎么砍到你被弹到？哎，我没捡到哦。所以是被反伤反死的吗？不是吗？对啊，你有反伤吗？有，我是有尖刺啦，只是对啊。可是他应该会说逃离什么之后会反击义军，因为回剑的时候刚好回到反将义军啊，反将义军，反应该有反将义军。好，哎，你有没有觉得你今天死得很快乐？没事，反正有钻石，有钻，不知道不知道这，不是有钻石，是他帮你赔钱而已。我对，反正我不亏，不亏，嗯，不亏不亏不亏。不亏，对，那这三颗最后都要，你知道我根本没看到泱泱他就死了啊，他刚在树上，哇，灵压太大，哎，那代表你用你的霸气之力都可以杀死他，那是谁的？泱泱的吗？啊，有人没捡啊？有人没了？泱泱的吗？哦，那给泱泱，我跑炸，我整个满头问号，你知道吗？你在家吗？熊猫团团来，泱泱，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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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底下，底下，摸他一下，底下。底下摸他，底下大王的气，我还是跑了。哦，不要追我，追哦！这里有一点，谁在家里？我大家晚上不要出门。啊啊！没有了。我还以为是你们刚好在盖木，然后泱泱传过去，直接从木上面钻出来。是，怎么？哎呦，看起来感觉怪怪怪的，怎么办？怎么办？还要跳到小八了？哦，还有绿绿头哦，嗯，再赢一只吗？我要掉下去了，怎么了？是不是有点卡？还好，现在还好哎，好，还好。牺牲掉它。是因为我在跑图吗？哎，杨结果，杨结果，那我先回去好了。应该就是了。没有现在。师傅。没有没有没有，这么有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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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有鬼。哎呦！团团又需要你了。啊，又要再打一下，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哎呦，会。我打了，好。哎，我鸡皮就会出。喜能死。哎呦，哎，他还是咬我。他乱摸。那你帮我推上去，你帮我推上去，他们帮我推上去。好。对对对，我命个名。好了，阿牌四号。啊。已经四号了。第四个了。没有。好惨啊。没有，前两号是在那个单人生存的时候取的。哦。直接叫个牌而已，命名牌。好，上去了，上去了。好诶，把他推上去干嘛呀？要去吓村民，对，这样他们才会召唤铁巨人出来。村民觉得小雨学一下哈，可以这样盖啊，你就有铁了。这 1.15 可以用啊？可以啊，好，这就是 1.15 版本的啊。哦，我现在看到这种两格都很气，我之前就是坐船，然后载村民，然后从那个两格被挤到半砖下面去。哇塞！看不到哎、欸，怎么办？等一下哦、喔，还是你在那边说要看？不是不是不是，他照理说会看村民啊。紫色是什么？叫什么？紫色加蓝还是什么？你猜呀、啊？蓝加红，蓝色加青金色。我要去看我的师傅旗帜。怎么办？我把它敲掉。奇怪，嗯，对，哎，地板好近哦、喔。啊？在跳哎、欸哦，哪里在跳、啊？有一瞬这里那个在旁边。哎、欸，哦，没看到光亮啊！右边，右边，等右边。哪里？哪里？右边？还是你要把旁边围起来一点？狐狸炮啊！我要过去。我过去找你。我过去了，洋洋。他还在跑。我想说，哎呦，这样看看。你把边边围。我洋洋，我上不去，我要 TP 你了。七。踢！哎，我没吸到。你帮我，你帮我推他，你过来吗？对啊。很难打这个。我会淹死啦！下去，下去，你下去吗？
我怕我那个，然后又被人打。哎呦，他摸我。咬咬，好好，我来我来。在挖木头，木头。所以我可能打一打，我要回去补一下。他在看我，对不对？对。他眼睛跟着我。哦，我刚刚是被他打了，难怪那么痛。这个盾牌防得住吗？防不住，防不住。我回去补了，拜。记得留个尾刀给我了，拜托了。没有，我要先走，我扛不住，我要挂了。哎，我哎，别！靠！别我爸啦，白痴哦！你们不要碰上我一个人呐、啊！好啦，我过去！TV 亮了啦，要死就惊哎！我们需要哎呦，切错了！不用，我换掉。哇，杰克这么帅，杰克好 man 呢、哦！好帅哟、哦！好帅哟、哦！最后一下给你，最后一下一定给你，最后一下一定给你。啊、他咬我！他咬我！你的重置时，哎、哪里？还有你的人头，你的人头在我手上，对吧，皮卡丘？你不要给我乱丢，丢进海里的！杰克要不要崩溃？我那份帮我带回来。他明明可以好好的给东西，他就给我扔进水里。哎，我在你面前给你啊，委屈。要扔进水里。哎，W，嗨，我那份帮我带回来，我刚。刚刚我看几个，差点要死哦！这一集十三次，他有在气了吗？还是哇，你跌下一次要扣好多、哦？有了！啊，他刚看不到。对啊，装备有用起来吗、啊？没有啊，他一直都没用装备啊。对啊，哦，难怪被我们砍两下就死了。哇，他之前用的，然后都卖给杰克了。我不知道几颗啦？哦，对呢，一人十颗啦。我不知道几颗，随便啦。洋洋，我批评你哦。好，其他都要拆掉。对，这个要等两三天，要过一天它才会生成。有人民说，这边开始挖就好，这边开始挖就好。耶，钻石，这个楼梯挖下去。对。谢谢。好，你下来。谢谢。嗨，商店老板，拜拜，商店老板。你好，老板，再见，老板。哎、欸，我今天看我的这一家，结果真的是不行看了、欸。哎呦，这些他比哆啦 A 梦还恐怖哎、欸！啊，你不知道，不知道就算了，没事。哦，没事。我一下、哦欸。哦，不要！没了，不会扩散，不会扩散。忍住，请忍住，谢谢。你们让我好好奇哟、哦。不要，真的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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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哦，哎、欸，那个你们过来一下好不好？铁轨，对，来了。就是我是这样子想的啦，就是你们以后如果来死掉之后，你们就来你上面那个告示牌打掉，然后命名一下，这样你们也可以自己记录、啊、更新日期、啊。对对对，上面啊，哦、对，就是死亡次数几次，就是上面告示牌这样子。哇、哦，对对对，等一下，我还没过去。哎、欸、哎，怎么在自己奔跑啊？之后你们应该会一人一间呐、啊，啊，上面就是会写会有个告示牌嘛。哦，哇、啊，其他装饰的可能就是一般那种比较。哎、欸欸欸、我看到没有东西修起来先呢、啊。那可是那铁巨人、啊，你过去看。嗯、有没有完成了？哦、啊，撞到头了。掉头了，没有啊，他们你们打、啊、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会不会太像什么建筑什么？没有啊、哦，这种就是比较高级的墓园的那种东西啊。我太强了吧，我飞起来撞到这里。高级的是这种啊，低比较低级一点的，就是单纯一块石子。哎，我想说我们既然要大家都要好一点嘛，对不对？当然啊，住透啊。好一点、啊！哎、欸，那个铁巨人身在旁边把僵尸打死了啦！我的天哪、啊！啊，我要放半砖呐、啊！对，嗯，要贼影了！我的天哪、啊，忘记要放半砖啊！而且他要把自己卡死，太胖了。这时候不要吃这么多吧，铁巨人。这个真的是我突然想到啊，我们那个死掉扣钻石要不要就现场扣啊？不然每次天对啊，对啊，对啊，下次就直接忘记说什么扣了几颗哎、欸。好啊，那之后那个啊，好吧。啊、我已经把给泱泱的给他了。那泱泱那边我刚刚不小心杀掉，我直接这边直接扣一颗了哦。小雨直接丢岩浆扣掉了，不然我怕我忘记耶。帮我再去买一个，我又把骨粉放进去。哎、欸，不对哎，那我突然想到，那这样子其实根本也不需要来更新这个啦，你拆掉吧。影院建筑啊，
我想说音乐提议瞬间把我这个东西打翻了，好好笑啊。什么？你那个死亡死亡归死亡啊，那一样可以记啊。没事。原本复原的设计是说，就是哦，你说要下一次的时候就更新。我就是想说，你们每次都忘记，所以呢，你们我就加一这个，然后你们来记，这样下次来这边看，你们就知道。哦，你的意思是这个啊？哎，我之前金钟生准没讲过吗？啊？有啊，我有啊，我就是听到哈基这样讲，我就说好啊，那我来盖这样子。结果刚刚你那样讲，好像那我应该就不用了、欸。因为每次到下一次的时候就会忘记、啊，太久了。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要盖这个，你知道吗？那都可以啦，看你们觉得要怎么样。龙尾塞，龙尾塞啊，这至少改成那个啊，就是记录之后记录的。嗯，也行，都可以。挂掉后的我们有个家。那我知道，团团这个还没完成之前，我们现场扣哦，好，可以。那这样子的话，我右边那个积分板就，没有右边那个就是来看一下你的辉煌那个记录啊，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对，从以前到现在，嘿嘿嘿，没事没事，还是他还是有存在的必要。例如他记得195次吗？对，195快200了嘛，快两百，没有错。啊，最近已经死很少了哦。有感觉到你最近死的次数很少了。因为要扣那个了。哎、欸、哦，那个这个还没有，那我先去别的。我刚刚想说，为什么我会有一个 Roger 图文的那个、啊？你有附魔金苹果是不是？没有，其实是防爆姐她本来就有。哦，怎么多一张？原来如此。哎、欸，我都忘记看团团旗帜了。你根本就没在意啊，讲了那么久。完了，不是这样的，在我的心中非常的伟大。好的。真的，因为你引导我怎么骗怎么找人入教。什么鬼？他在开车吗？音乐在哪？我在往地狱的路上，怎么了？要在一次，可以在哦，我地狱过去了。啊，哎，怎么了？哎，好，你哦，这是什么东西啊？因为就只是一个图案而已。哦，你看到哇，还蛮好看的。哦，找到好多小雨哦，好多小雨，还有野外超多的。对啊，超多野外超多小雨，嗯，很多蜜蜂，野外超多小雨。欸、可是反正你那个要放半砖，这样你要让它站起来才看得到。哪里你要放上半砖？不用放半砖啊，哦，上半砖啊，不啦，下半砖啊。嗯啊，可是它会跟一格半，它眼睛会看不到啊。啊？可是刚刚看得到啊。它眼睛在一格半呢。可是刚刚看得到哎、欸，哦，放玻璃也可以啊。哦，好。也行哦，想说放半砖，等下又看不到了。一二三，我来算东西啦！哎呦，怎么了？一二三怎么了？继续算啊！哎呦，算啊！真的，我不要，不算，我要456。开始可以七八九，那时候在学那个，我真的好后悔哦，我太后悔，太难过了，难过。那个一二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忘记啊，我不知道吗？还是什么？那是什么啊？可以科普一下吗？他就上次讲说，人家问说你可不可以学个尾音呢、啊？就说一二三。然后我刚好还有录音，还录下来，然后留着黑历史，快气死！那个，请问我可不可以私你拿录音？我愿意用白的。他跑来 YouTube 上啊，气死我！对啊，师傅，你可不可以现场来一下？因为你的徒弟想要听。不要，师傅，我拒绝。你要花多少钱？你要花多少钱？你要花多少？你要先给钱了吗？嗨，你说什么？我花钱，你就要装了吧？没有啊，没有。你要先说你要花多少？对啊，师傅要花多少才可以先练他一波啊？穿女装，穿
那个钟医生。不是啊，穿女装有啦，你去看我那个啊。一块来啊，他都没在看你的影片啦。我们渴望的是一起来 ，OK？ 什么叫一起？什么东西？哦，什么？你要黑了你坏了？不是不是，好讲话，你在讲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师傅应该要那个女装跟女生一起来。哈？哈？你到底在讲什么？就是他应该要穿着女装，然后做围巾啊。哦、oh, ，可是我那不是尾音， oh, 我如果那个是尾音， oh. 我会被大家骂死。我不是，我是鬼吼鬼叫，对他乱叫、欸，一点都不专业，在那边说，哎呀，对啊，哎呦，你去看啊，他记得影片啦，好、哎、的，嗯，有，你可以等一下观台去看，对，越来越黑，我要都放在那里，我要去听师傅一二三了。白痴，我开，现在先开台了，在那边。看师傅，你在我心中是如此之大概了。如此，如此的存在，如此啊，如此的如此的嗯，我找的村庄是有够困难的。村庄。对啊。哦，你还要杀小孩哦？你好凶哦！我哪有？我到现在一个都没杀到，证明了我内心善良。三叉戟的成就，嗯，不好意思、啊，我以为拿他这样就是丢出去可以测一下伤害，看来不行。你可以近距离射啦，他还是有伤害吧？可是很难近距离射，会点到他。我刚。你现在不会，其他方向先拉起来。有，我贴在他脸上而不行。我贴脸上，哦，你眼神，不要喷火，喷，喷，哎呦，有人要蝙蝠旗帜吗？蝙蝠旗帜？你说刚那个冰雪蝙蝠？对啊，它长怎样啊？都白色，感觉很酷哎，听起来超酷。对啊，可以到中间我放。哎，我要看，那我要 KP 杰克。等一下，我好像在那个，哇，我那个在 TP， 我看到你在原地踏步，然后脚下一堆尘埋。哦，那就是在那个啦。嗯，我现在在磨着地板，一直在磨。哇，你离开了，因为你离开了。离开了。刚刚好想帮你配音哦，什么一步两步，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摩擦摩擦，在这摩擦。摩擦摩擦，我来了，我要看他在哪。最后重生点这里啊？我是不是高了？哪个高？好奇。嗯嗯。哇，哎、欸，他太帅了吧？啊，没有底色这样。他太帅了吧？哦。哎、欸，这个是真那个真的那个吗？就是还是设计的、啊？设计的、啊。我想说他真的长这样太帅了吧？设计的，还可以做得出来这样的设计啊，对吧、啊嗯？好酷哦！哎、欸，那我要去看我的师傅头颅，到底看多久了？你讲多久了？你不是一直还没看完？讲了一个小时了、欸，你知道？我就是说我要看，然后回头就忘了，然后我就传到一半格外了，然后走到一半啊，对了，我要看师傅哦。好，又传回去吗？说好不好？好啊，你帮我看。这个，哎、欸，现在还有任务吗？没有这个，说实在，我忘记了。好像没了吧？啊，我去看一下。师傅头颅很可爱，可是在射中。我想说，我现在没有事情干，就射一下。很团，你这样盖好像只能盖四座哎、欸。所以我要加宽了，要加宽，然后之后我要挖更大的一个平原还你们了。啊，有些墓园不是有地下室吗？哦，没有任务了，好吧。有些墓园不是有那往下的吗？我、哦对啊、我是想说，我们大家的意思就都一样啊，不然等一下有人会说，为什么我的比较大，你的比较小？我给钱呢。都走了，对自己好一点。买那个什么要有的比较贵，有的比较便宜一样啊，合理。对哦，我还没换名牌哦。啊，你看我家门口那边就有贴四张啊。有，我换了。你换了、哦？哎，命名好了没？我换了，还没。啊，你家的等一下还你哈。
你的铁针爆掉了。朝捷克虾迈进。哦，没关系啊，倒退，反正我很多题。好烂哦，算了。怎么了？我那个蝙蝠啊，放在盾牌上直接糊掉。糊掉？你看，糊掉了。真的。哎，你怎么放的呀、啊？我也想把师傅放在盾牌上。他就是旗帜合成，旗帜不要用在盾牌上，有些会很恐怖哦。对啊，变得怪怪的，像兔子或者像蟑螂，我就不想用。兔子、蟑螂，哇，差太多了吧？他耳朵变超细啊。合成的，我不就没有师傅了吗？哦，我可以再帮你背。你可以先，他可以。好啊，那我要再把师傅合成起来。那他是什么？用白色旗，像它是白色旗帜，就是在做一个白色旗帜跟它合成。嗯，天哪、啊，你是把人跟动物合起来哦？怎么听起来有点可怕、啊？可是可宝，哎、欸，繁星，你刚刚讲那个地下室，突然让我有一个 idea 耶，你就盖嘛。还是说我等一下，其中就这边盖完之后，其中一个地方当入口，然后下去就是你们的刷怪场。你要挖这么大哦？ Oh, 可是这样很大一个。我就挖。其实我有想过。我就挖。没有啊，其实我们现在工具速度都蛮快。对啊，现在大家都挖。对啊。我有效率八耐久七的稿子，没问题。哎呀，我本来是想说。已经不是曾经的我们了。哎、对。我那时候是想说，在这个大平台上面盖屋顶啊。哦。就不用等晚上。啊，既然你是要挖地板的话，那挖吧。就挖地底啦，没问题。挖哪次不挖？马上动工！挖啦，哪次不挖？我来耶！人来耶！我总觉得师傅的脸到盾牌上面好像会变胖哎、欸。哦，变胖！你看，不是啊？你看师傅，你看盾牌，你看师傅，你看师傅。他脸看起来好囧哦！哇，他脸看起来超囧的啦，在哪里、啊？他在侮辱你耶，要不要告他、啊？哦天哪！告他了，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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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啦！哪次告啊？哪次不告？告了啦！告了啦！师傅，就算你的脸很囧，还是一样的好看呀！啊！听我解释，哪次不解释了？好笑！可以再给我一个师傅的脸吗？很可。你把那个……不会每次说可以再给我一个师傅吗？很囧，好可怕！你这个超像那个海豹哎、欸！你知道他原本长这样？我知道啊，我知道啊，就是有个海豹贴图，就是那个很囧的脸啊，就皱眉头。你去看小雨来看啊，我来了，皱眉头的有没有皱眉头？哦，有啊，我记得不是有一次那个有玩那个地图，对对对对对，那个对对就是团300,000订阅那个的。对，啊，有两个、啊。我们那时候就是拆下来，然后放盾牌，然后发现盾牌变很凶。那我觉得小雨这个还蛮成功的、啊。对啊，我的就没有。我看一下小雨的。直播后订阅一波。小雨的就好看的，是很的。嗯，师傅，我要去给你看。你看什么？我要给你看你自己。囧盾，好来来来，囧盾，囧盾，囧盾。你用走的吧，不要找 TP 啊，会比较好。你怎么知道我在找 TP？ 我想知道啊，这很近耶，在从哪里走啊？这你在哪？大平原。完了，真的要哪天考你，每人出一个问题考你。你看，你就是平常没有在走路才不知道路。对啊，有啊。哎，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走路，而且我每次要去哪，我都要先把自己绕一圈。你有没有在记录啊？有人，我记得在繁星家外面嘛。那、啊、我家在哪里？繁星家右转，走出来，走出来。有没有人可以到了？你、哦、我在家，我们在家。师傅，你看 ，It's you。我要看这个。有没有？他是那个哎、欸，决心脸哎、欸。决心脸，够可爱。而且你还多那个眉毛，柴犬眉毛。对啊，多了那个柴犬眉毛，太可爱了。哦，我想升怪了。耶、yeah ！他用上图的盾牌就不能再换哦？好像不行。不能再换？没错，没错，没错。输了！用什么？你用什么？Oh my god！
有了有了，情感了，听起来怎么感觉很崩溃啊？很崩溃啊！我就是用那个蝙蝠，然后放在盾牌上啊。它可以洗吗？还是不能洗？歪掉了，白痴！我不知道，我要去洗。不是，因为旗帜不是可以洗的。对啊，啊，哎，我先拿，我先拿成品给你看。来了来了，帮他命名吧。盾牌可以附魔吗？可以啊，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附风力，我等他走进来再附啊。嗯，他。是可以在附魔台附，还是要附魔书啊？附魔书哦，附魔书，他在看你。附魔书哦，他绿了，哇，他绿了，让他死吧。给他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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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死。这已经是第二只绿的了，哎，我笑。没事，我捡起来了，我捡起来了。你要抓石头，就是要把他们引上去就对了。哎呦呦呦，还好我们还没帮他命名。走走走走走，看我出来怎么样？什么鬼啊？你是这？他原版很好看哦，他原版很好看，他是金生奸笑的那一只吧？太恐怖了吧！他原版这么好看，你问？哎，你这个是正版跟盗版的僵尸图吧？哎，你怎么打他？不要打他！那这边还有两只。你看杰克，等下等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正版跟盗版的差太多了啦！赝品啊！它下面的你下面那个像二的地方，到你的盾牌上变成快五，像五了、欸。对啊，是反过来了、欸。哦，我摸它一下，然后你推它。天哪、啊，可以推了。还好不是给这个给雨月，他会发疯掉。雨月要疯的。那雨月那个就还可以啊。还行啊。你自己看音乐的還不錯，可是这个好像秋风的，你知道吗？哦，有一点，哦、有一点像，还有他们像勾玉，嗯，两个勾玉吧，阴阳调和是不是？好、哦，应该用白色，对不对？哎、欸，感觉用白的会比较好。哎呦，我又断了，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啊？所以才说是啊，下雨就卡。上去按按钮啊，对啊，可以上去按按钮。酱油，我要拿按钮在哪里？盾牌来挤了。算了，嗯，那你在接什么任务？怎么了？你怎么了？因为我在找藏宝图，就找不到沙子下面。沙子下面，对啊，可是我这边已经把它挖的几乎快全开了。需要帮忙？我去看看，我去看看。我铲子，啊，带我带个铲子再过去。就隐约去挖，哎、欸，马上挖到。哎、欸，就直接哭给你看。你知道我上一次也是啊，我挖的要死要活挖不到，然后呢就隐约一挖就挖到，我就快气死了，你知道吗？对啊，他只用到铲子啊。哎，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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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我这边堵一下。对对，结果，你结果。好。精英怪，又来了。那个前面那一个，在哪里？这个好了。对。啊，他看得到吗？炸了。阿纪、欸，他们有在跑吗？没了，需要地图。没了，你可能要铺上面，不能铺。与旗帜不同，盾牌不同。现在是笑寻宝达人影月出场。那影月，你们那个冰箱饮料之后放倒的比较好，侧边放倒的，不然开门容易喷出来。哦，好啊，喷出来。刚刚被我手接住，一打开门接住，哎呦，接住一杯，吓死，好可怕哦！又开始跑了，开始跑了。我刚刚去查 Wiki， 是。与旗帜不同，盾牌不能跟不能在郭府洗掉土罐。盾牌的解析度是旗帜的一半哦，怪会这样，难怪，难怪会长这样。对的，哎、欸，那反正你要把上面这一排在那个上面是那个啊，上面是半砖了。哦，这个是半砖，那你插好吧，这里啊。哭啊！找半天，哭啊！你愿意来这里吗？找到哎，地图还你，我要回去了。你有擦？你有擦吗？有测试过了吗？有，我测试过。痛！寻宝达人，以后出门要带个铲子。没有，以后出门就带个音乐就好。成功了，带个音乐就好了。对啊，对啊，对啊。有道理。把音乐放在戒符盒里面，拴着要拴着，跟着我走。音乐救我！然后就看到音乐跟柴犬一样，有没有被拉住那个脸？不要走，我不走。你跟我的盾牌一样吗？了解。反正我帮你猜一猜喽。好，你等下再给我。哎，精英怪在天堂上。我游戏重开应该。好。好啊，我顺便上去关天气，等一下。啊。
麻烦了。到了。嗯，天气呢？我是团团一直跳，我想下面怎么一直转转，一直跳，一直跳。我辣死我啦！转转僵尸。我想是有怪耶、欸。有怪，有怪。这位小姐。我在翻，我在看有没有青金石，等下还你。你看，又来偷了，又来偷了，太偷了，太偷了。小姐，我还有，除了这件事之外，你知道上面都有告示牌吗？哎呀，哎，真的有哎、欸，哎、欸，真的有哎、欸。啊、哦，对不起，我瞎了。因为他不看字，他不看字的。哎、欸，可是我一直很想讲，可是我的字都很模糊哎、欸，其实我看不太清楚。你是不是解析度没调很高啊？啊，哪里啊？它有界面的大小。对，界面大小那是不是太小了？在调哪一个啊？就是你原本开游戏开多，你现在开游戏的视窗是很大吗？还是大一外界面吗？哦，那就是因为你那个的关系啦。对啊，哦，是太小。我想说，其实它的字都是挤在一起，我根本看不清楚。那就是跟旗帜的解析度一样。对对，你现在也是一半的，你要调大一点。哦，难怪我想说，你知道那个任务每次看字，我都在那边看半天，这任务到底在讲什么呀？可以把我也想要高清五码，调大一点就可以了。我想到五码，我给你五码的照片，什么鬼啊？有一个艺人叫五码港星，哦，真的哦，对对对对，我贴给你们看。哎、哦、哎，就有一个、我有问题、欸、啊，请问盾牌可以附耐久或保护吗？只能附耐久，耐久，耐久，好，耐久修补。还有消失诅咒。来来来，五码是他、okay ，有印象吗？知道他是谁吗？啊，你不知道港星哦？你不要问我，我不知道。知道哦，没看。我知道，我知道。等一下，大家跳。哇，杨洋，叶妹来了，叶妹。困了，困了，困了。那个哈基，哎、欸、，BOSS 身在那起始点上面。哇，是女巫哎、欸，爬上去了，是不是？来、啊，我来取货了。哎、欸，哎、欸，加加，我要去那个，送你一个礼物、嗯、哦，太远了，哇哦，他在我附近，他在我附近，哇哦，啊，太远了吧，在我头上的、啊，可是现在 TP 很危险耶，对啊，很容易断的。好了，那个就能送给哈基了，啊、就交给你啊，哦，算了，你干嘛？你又干嘛了？不要，我走了，可以跌倒，滚下去了。啊，你啊，不是说那个要需要跌倒的人吗？啊，你们要读书哦，才不会跟我一样。对对对对，你们要好好读书哦。哇哦，这样才不会跟战友一样。对，你们才不会跟战友一样走路跌倒。那我认真读书的，放心。招真能死一比十五，可以说喊了大概三大广了，大广你就是外挂软体有没有？整天在那边喊大广尬起来，没有，你就是原本发在交易屏，就发现没有人回，只好在世界喊，而且还大广，结果好像没用，就只能开广，广起来，真能死啊！对，我两颗。哎呦，那你卖吗？卖啊卖啊，上面箱卖啦，哪次不卖？上面箱子有那个放好的，你应该要涨价了。你上次不是卖十块钱而已？对，我要卖十五块了。那我都一比十五啊！哇，样样回不来了！哇，我们的渔夫回不来了。渔夫，其实我们今天的网络本来就有点状况。哦，对啦，我们这边其实对，我们这边其实有我们今天开台前网络就是有点状况，直接炸哦，超扯，对，扯吧，直接炸裂，不知道那可能就会这样，然后我们点就更太可怕了，有可能。然后我跟你讲，里面的那个就是算是风水最好的，反而就是他今天每次网络都没事，基本上哇，就是大概是十次，大概。六次吧，他今天会没事，然后我跟影月会爆炸这样。对，今天就是我这边也爆炸，然后这个是跟影月同时出来，然后去关。对，哦、然后之后开好之后呢，就是大概是六点多的时候呢，是哈记得好了，但是我跟影月的一样不行，还没恢复。对，对，就很神奇。有吧？有命名吧？还有吗？还有真的吗？还有真的有啊，他是五号。啊，五号。对，他五号。哦。那我今天不要去地狱好了，好恐怖、哦。阿牌五号啊，好，该来买彩券了，我还没买，别买了啦。
别买了啦，你还要存钱买盾牌、欸。嗯，你说要把这个换掉吗？你要存钱买盾牌、欸，要存想办法弄一个新的。没有，上次我已经直接跟哈基买一个盾牌啦。哦，那、你还跟想跟泱泱买、啊？我是要跟泱泱买鞘翅。哦，对，鞘翅，鞘翅。他现在离线了、欸，对，回来了，你回来了。有没有人也家里有那个、啊、那个真的是啊、那個那個、那个是啊，那个紫红球啊，又断了。什么球啊？你溺死了！紫红球花，紫红球花，紫红球，紫红球花。它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两格高吗？长得像绣球花那个。两格高吗？紫色啊，一颗球，像棒棒糖那个。对对对对对。很会，很会行动哦。会耶！啊，不知道家里有没有啦？变成蓝料了。我家没有，那个好像是花海才会有。对，那花海才有啊。麻烦一朵花。有没有没有真能死真能死，不要把我的盾牌洗掉。哎呦，有有让我圆个梦。我要裂开了。你要裂开了？我卖一个二十钻，你要不要？还有盾。你要几颗？真能死吗？我看一下。你叫真能还是洗能？真啊，真能。抱歉，我没有了。那那个杰克，我回去看一下。好，我好像有石头，我去看一下。可是你想要跟我一比二十，是不是？对啊。哇，现在价格那么高了。物以稀为贵。对啊。现在大家都没了、欸，不买就没有了。没关系，我收个两颗就好。没有，我看一下，我先看一下我有几个。我有二十颗。破产。你是说真能石吗？我有五个耶。没有。啊，你只要两个哦，我都两个，那一比三十哦。哎呦哎呦，一组的，一组的，对啊，就只是这个啦。那我就不行了，太贵了，不要。啊，好吧，那我继续留着。居然还不卖，你两个都不卖。不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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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卖了。然后那拍卖场就是两个定价，有没有？嗯、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在囤石头，我的洗能石有十三个，我看哪一天大家都要洗能石的时候。哇哇！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真能石有十三个、欸。哇哇哇哇！大家都在囤石头。在囤、啊，就我在洗，就我在洗。准备要过冬了，准备要过冬了嘛？要过冬了，冬天快来了、欸。过冬。Winter is coming， 太惨，好可怕，超恐怖，马铃薯的奶，好可怕，为什么？不要，不要，哎，麦考，比较难过。哎、欸，姐，我真的觉得台语的不要哭听起来超凶的，超凶啊，麦考啦。对啊，一点都没有觉得在安慰的感觉。哦、不然你也先换个说法、啊，卖老白菜啊之类，这样听起来就不会那么凶、啊。哎、哦、哎、欸欸，有道理耶，哦、小雨，对、啊，不要流眼泪。哎、欸，可是我觉得流眼泪的台语很难听，很像叫你不要流眼屎了。什么？哎，对，白菜嘛。对啊，不要流眼屎。不是白油，是白油是眼油、啊，眼油啊。眼油。有时候会啊，太累的时候眼睛会分泌，嗯、会真的会，对啊会，而且会不少，对超痛的，或者玩机面的时候都会超痛的、啊。你这太认真，你是眼睛没闭吧？眼睛都没眨是不是？我后来回去看我记录档，哎、欸，我眼睛都没眨、欸，好夸张。然后你的嘴巴是还有违章，我就不知道了。哎呦，我现在已经不会嘴巴违章了。每次去看你的台都会啊。我已经控制住我自己了。太神了，太厉害了，这真的太厉害了。啊，在外面打怪都没拿到石头、欸，哎，好扯哦。哎、欸，耐久最多是不是就三呢、啊？你是不是没在听哈基说话？上面的耐久可以冲啊。对啊，可以冲、啊，可以花钻石冲、啊。对，你可以冲。目前是除了以外了。我在思考要让盾牌耐久三坏了就算了，还是再弄一个团团盾牌，还是把它弄上去让团团盾牌。没有那个耐久不会冲爆，只会退等，所以你可以慢慢冲、嗯。对，现在盾牌不能冲太久。但对对，但是盾牌不行。对、啊，目前算了，暂时不行，暂时不行，暂时不行。
希望师傅盾牌永流传。那流传听起来好，你把它放在你的墓碑里面。他这有没有丢啊？我要带我的孩子去拿手，你知道吗？这个是家代代家传，曾经的师傅说的脸，师傅的脸，天哪！天哪！可怕了！我的妈呀！太像素了吧，妈！他好像素啊！妈，他的脸看起来好囧哦！他是中毒了啊！我要，请问有人在家吗？你要 TP 哦？对，我要 TP 回家。你心脏真的很大，对不对？哎，不行啊，我不知道怎么从中介回家啦。哦，他从中介哦，中介就跳下去啊！从不要啦，我有小钻石啊，也是一钻啊，往上走啊，你往回走。我现在往上游，我游到最上面以后，我找不到我要从哪里出去。直走啊，再往上直走。你后面是水源，上去面对的方向一直直走。我走。你上，你走，好，你走。我教你，我教你走过三次了哦。真的吗？完了。啊，完了！我看来我爱的小，我的爱的小丑不够大，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那个吗？坐标啊！给我一个 Google 导航吗？我也要给我加油！在那边呢，阿基，阿基在日本呢。哎呦，我要先去。对啊，时间快到了，不打这就没时间了呢。可是等下晚上了呢。哎，没晚上。没抓，总比这个关台没有打到好吧？哦。可是另外一个人在里面，应该不能再进去了吧？没有啊，不行。对啊，不行。可恶，一个人打比较快啦，赶快死出来！大家也想打，先抢先赢。有观众提醒我的。哇，哈基在冒绿烟，你好像打他。哎，真的。打死掉了。听了什么？来，他一刀就打完了，好扯哦。那前面的怪啊，差不。差不多二三十层，二十多层的时候就会开始累了。你知道第一层的怪我要挥两下吗？我也是，我也要挥两下。我应该是挥一下残血，所以凋零花。凋零花要等，不要急。我在忙了，在准备了。我们在弄了，在弄了，差一颗头颅好吗？哇，你那么强啊！哦，你好猛哦，好厉害。那下一集。下一集我去中介盖凋零花，凋零花跟凋零那个拿得到吗？拿得到啊，拿到啊！凋零花是要让凋零王炸死生物，炸死生物会掉。对，所以可以在中介再盖一个安德塔，然后专门给那个凋零王炸。哎呀，哦，对啊，然后有凋零花之后去那个打凋零骷髅头会比较快，因为那边只会生凋零骷髅头了。哦，有哇！我们在看你表演呢。对，就是你，你刚不是挖个大平台吗？啊，你就在那边插满凋零花，那边就不会生烈焰神啊、枯弓啊，什么都不会生，只会生凋零骷髅。所以要把附近再压制，把1.16的会比较好玩。哦，这我倒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紫红球花？哦，也可以。啊！你不早讲，好像上礼拜我逛到花园、花田。我前阵子前几次出去逛的时候也有找到。对啊，可是花太多，很占包包。嗯，我就差一朵而已，要么就凋零，要么就那个。你是在结任务哦？那个八碗汤，然后大家集合，然后每个人都有15颗。你想用凋零花害死人哦？原来他要做八碗不一样的汤。哦。然后分给每个人看谁抽到是不是？随机啊，反正做完之后你根本也不知道哪一关是哪一关。对啊，我就差紫红球啦，找不到。哇，看哈基表演，哈基好牛逼哦！他明天晚上会赢？你不会吧？我来看。是不是应该欢呼一下？哇，哈基好帅哦！你在转播是不是？哈基好。现在他是挥了一拳，哎呀，谁打我？我挥了一拳啊！哈哈哈哈哈！你怎么可以打那个评审啊？不是评审，那个转播员呢？真的是。哦，现在哈基丢出了他的垃圾，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奇怪，我没有开收音机，为什么就听到声音了？到底对啊？怎么会有声音呢？怎么有声音？现在声音关掉了。奇怪呀！哪里？可以关掉吗？哦，他挥了一拳打下去，关掉，怪物纷纷死亡。
怎么直接关掉？直接关掉！零零趴了，零趴了，零趴了，关掉，关掉，零趴，零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怎么关，我知道怎么关。伺服器，伺服器静音。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的差？他声音好小声哦。他说什么吗？他说我们对他很过分啦。好恐怖，我传来哭声了。那时候看那个啊 Twitch 的那个嘛，那个整鬼专家，嗯，然后聊天室就是关掉他，关掉他，我要等彩券了，嗯，你让我想到之前不是都有说什么那什么什么贞什么贞子还什么会从电视出来吗？然后就有人问说，那他爬出来是把电视关了会怎样？被夹住，卡在里面住，你怎么可以想到这么恐怖的东西啊？然后就会发生真的恐怖的事。然后他卡住，看着你很无助。不是，这贞子本来没有叫的，你一把关，他马上大叫给你听。对啊，更恐怖，被夹到很痛。然后叫出你，你反而觉得更恐怖。哦，对，很早以前我去夜市看到那种很超级超级小的那种那个电视。嗯，对吧、啊？好像就有点手掌大的电视，我想说贞子要怎么从里面出来，有没有？手指头抠出来，卡住了。对对对对，恭喜你获得一个掌中的贞子，超可爱，超小只。哇，那哈基会喜欢你。下一位是狮头。可是如果他很小只的话，他狮头也是啊，这样而已啊，太小只了。恶龙咆哮了吗？恶龙咆哮。哦，杨洋在旁边写字，很凶。请勿触碰。我脑海中有画面啊，超小只。谁可以回来？内有恶鬼。有没有人想要画一下的、啊？哎呦，怎么变那么黑？哦，下雨了，下雨了，吓死我了！又下雨了。晚安，晚安，晚安。我们这天花板真的好小，一边下雨一边下雪。我刚刚在地狱打怪的时候，我还有打到很多石头，结果他是叫岩浆球，假的，中间史莱姆骗你，真的，我以为赚大钱的，哇，你好猛哦，假的，都是假的，假钞，通通都是假的，完了，哇。完了，完了，完了！而且蜂蜜很蜂，不是蜂蜜，蜜蜂很生气哦。蜂蜜，蜂蜜很生气，蜂蜜也生气哦。蜜蜂很生气哦。生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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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好多哇！是你冒绿烟，那你有毒了。他冒绿烟啊！他冒绿烟，他冒绿烟，他没洗澡。你才没洗澡。我是还没洗澡了，等下就香香了。我等下香喷喷了。汤喷喷，会不会我们在开奖，他也在砍啊？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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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会，因为我们开奖手动。我们叫号啊，等下那个人没到，可能就不要跳了。不到就哎，有道理耶！冲出来跟你讲，点直接冲出来的，好没对啊，直接离开，直接离开。看，不止赚了回合的钱，又赚到上面的钱。绿色的，绿色的，很赚呢！啊，要输啊！哦，所以说还是这样，丢太高了，丢太高了，浪费一罐。哎呦，该第几关啊？没看到了。哇哦！哇，等下要命，等下有苍蝇了。对哦，苍蝇我们要小心。不会啦，苍蝇有可能是绿色的，就归我们了。你要想，真的哦，飞出来就归我们了。哎、欸，你哪里戏 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有水、啊，你是不是故意的？哦、没有啦！看一下时间，嗯，57分了，要开奖了，演一下，演一下，要加号，要加号了，要加号了，要加号，准备好了吗？我要回去了，哎，动，传下去！哇，我一次传两个下去，好爽哦！对，范围的了，现在是范围的了，大家没靠近。票game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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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要！啊啊！哇！你看我怎么可以上来然后后退啊？好强！怎么要开远呐？好屌哦！金怪，又在上面。嗨，苦力怕！哇，还在那边看我们。
啊，对，我要去拿票根。小酷，小酷安，再见了，小酷。他没死啊，他传到另一边，他传到另一边。他被传去。打一打再来开奖。在下面，在下面，我看到。可以啊，差不多。啊，我被传下来了耶。票根，他在哪？那边跑酷下面。哦，他在雕雕像吗？跑酷下面吧。不是不是甜的哦，另外一边另外一边铁巨人铁巨人哦，我看铁巨人呢，铁巨人了，在打怪，好乖哦，哦，好棒，好棒哦，不要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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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的哎，他跑来了，他来了，我赢到他，因为我们也是怪啊，没事没事没事，我是我，来看我，等一下我把这些怪杀一杀，好，哎，他可以开啦。我有剑气，不好意思，我所以我只选择从另一边。我不了，我不了。我是砍到小雨啊？啊，没有啊，我很远。哦，我知道最安全的砍法就是狂点，不会有人被我砍死。那你打他也不错啊。对啊，你在干嘛？我砍到杰克了，拍谁？我发现不知道怎么砍他。你们没有水下呼吸，有就直接站着打着。因为我有剑气哦，对，我的也有剑气，我耶，哎，是我的头，我拿走。哎，等下，这个水上有点危险，对，我们先进去，我们先进去，Go！我又不知道我几颗钻石了，观众，帮忙一下，万能的观众呀，谢谢。所以我上不去。刚几颗啊？还是我刚刚没有钻石？九桃底虾狼。我宝剑逃不到，我知道，我只拿到钻石，我一直在岸上。这是我自己吗？我什么都没拿到。这颗是我打到还是他掉的、啊？我刚刚是没吸到，我刚刚身上有一颗，那个是刚刚打旁边的怪掉的，所以我应该还有一颗。刚刚全部都有打吗？我没有，他既没有，他既没有。反正我刚是看到快残血，七个吗？你们通通冲下去了。七个吗？没关系啊。好，我拿的。在哪里？在我的杰克的箱子里。我拿了箱子了。哎，十点啦！有了。十点了。还有两个还没拿哦。我还没拿，在哪呀？在啊，你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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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里。来听的哎，这里。来交友的。你还听那个抽奖规则，还想拿奖金呢？所以刚刚是团团哇哦，你们就很多钻石，下面人多了石头吧？应该是这一颗吧，我猜。好，我不确定，应该是这一颗。你再放出来，你再放出来，让大家看。放出来吧，那我看一下。三十万。哦，哎，你的鞘匙，我看到。哦，鞘匙是什么？三四。哎，鉴定的哎，不总是你鉴定？对啊，就是鉴定的啊，他跟我有鞘匙啊。啊。可是我从来我不会用啊，是我从来没用过它。鸡头酱油，两股钻石，好卖啊！哇！看一下我有没有钻，搞不好你收个一组钻石他也卖哦。对啊，我也觉得，你说说不定收三十个钻石他就卖了。不行，你放那个，放心吧，我放你这个，这就是欺骗新手，新手拿到神装，然后刚收便宜的价格买，拿走。他打开，他打开了，你看。好了，不管你们怎么开的，拜拜。我现在一直在等，说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好，你知道吗？就他们不太好，我们干脆直接来了。来吧，直接来。三位，三四位，是谁呢？是谁？谁？二十六，谁啊？酱油，酱油啊！真的耶！太扯了，太多了，八组，八组，你就是每个要八组，谁的？每个八组，我放不下了，傻眼。每个人，我们每人帮你拿一个啦。先借我放下，先借我放下。26号拿起来，26号。我看一下。哎，我们看票根的，不好意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哇！太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现在可以开始问，你现在可以开始问你有没有梦想了，对不对？你有没有梦想？你有没有？我有梦想！梦想给我钻石！我有梦想，给我一座！
我也要，大家都想要。哎、欸，这样是中两次啊？我中一次而已啊，一次啦，一次。哦，一次一次哦。你想想，先上次发给你红包、欸，哎，哦，先一次我一次，然后洋洋吧。现在是我没中过、欸，哎，我也没中过。小雨、哈记、洋洋。对啊、嗯哎，我也没有哎、欸，好难过。哎呦，有要分红吗？超级哎呀，为什么只有三十？为什么只有三十？有啦，可以啦，可以啦，有三十会没有，会没有梦想哦。那不要不要，通通拿走。没有没有，我知足三十就好了，谢谢谢谢大爷。好了好了，谢谢有的分就好了，有的分就好了，对，是有的分就好了。谢谢大爷，谢谢大爷，感谢感谢感谢。还有谁不要啊？没有人不要吧？现在没有人敢讲话了。你是存八份呢？有人没拿？你是把你的也放进去？你把你自己也赚进去吧。哦哦，原来如此啊！他刚分八份啊。对啊，应该是。哎，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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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哦，上面有一颗。我来我来了！出宝贝，出宝贝，出宝贝！我看是不是那个？哎，我看那个，我看到那个了。我选择在椅子上乖乖坐好等你。我也要坐好了。我看那个嘞，我动不了。上面上面捡到啦！我在抖动，我在抖动。我椅子坐不下去。我的地上趴着了。看小雨趴在地上。我离开，我离开。我跟杰克打在原地。杰克趴着，然后在吃东西。我有一个石头在那边趴着。哎，上面那颗石，你说上面哪里的石头啊？刚死掉，刚刚叶妹的啦。哦，叶妹的，我又在磨地板的啦。那你就在那磨地板吧。你看我在磨地板吗？哎呦，联系你。我看你很漂亮哎，在飞。你在飞？为什么可以这样子飞到一个地点呢？你超帅的哎！哎，现在下个地方就伤了。好了好了，哦，你现在伤了。什么？好扯、哦！你刚子弹时间你知道吗？哎、欸欸，你把哦都打掉了，我看到了，公友，公友，我很生气，这个很难动哦。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椅子是我公友跟哈基弄出来的。哎、欸，子弹时间。对啊，那个子弹被打到了。好，这个之后再修啦，之后再修啦。你今天就站着啦。罚站，罚站，罚站。半蹲自己自罚是不是？哎、欸，不是啊，这个司令台设计不良，我只看得到你们半颗头啊。我也看你半颗头。高一点。校长矮的错了吗？好啦，下课啦，下课喽，下课喽。你射什么东西？射眼药水吗？红红的。哎呦，那看医生。哎呦，你射红红的。对，那个。哦，安尼爱去看医生。嗯，哎呦，用喷射的嘛。好啦，感谢今晚轻松生存的收看。因为怎么讲，我以为半小时就弄得完，就会出错哦，超不良哎，太久没盖了，都忘记，懂吗？忘记要放平台跟玻璃了啊啊！有在看吗？他们有在紧张吗？就没有，有吗？那就这样啦，感谢今晚的收看。待会应该去睡觉了吧？我今天其实没有睡觉，今天就只有早上三点睡到八点，睡五个小时而已啊。之后就是没睡觉了。哎，好啦，那就今晚就到这边啦。啊，怎么没有铁巨人？好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我去修一下，拜拜拜拜！好，忘记播广告。